mindfulness 啊、靜觀啊咁。如果係一間小學嗰度推行嘅時間咧，阿方校長嘅經驗係點嘅咧？係咪一開始就可以全校一齊做嘅咧？都話你都有啲部署嘅咧咁。嗱，一開始全校一齊做咧就未 ready 嘅，咁所以咧我哋一開始做嘅時候咧都係從小步子開始。點樣做小步子開始呢？就是我們在不同 level 那裡是去找一些學生，不同年級找到學生，當時呢我們是找到32對的學生，也都是配對家長的。我們呢是行了三個月之後，推行了三個月至半年之後呢，覺得那個成效都不錯，因為在推行的過程裡面呢，其實我們都邀請了老師呢，是有些老師入埋嚟嗰個組入邊去觀察住，睇下嗰個追蹤性研究有個進展性嘅嗰個嘅觀察，咁發現咧，即係呢一樣嘢係 OK 喎 ，work 喎，咁於是咧，我哋就係喺個時間表嗰度咧係去著墨。咁我哋時間表有一個心靈時間嘅，咁心靈時間咧，我哋其實咧，我哋唔好忽略咗咧。嗰、那個累積性形成性嗰個習慣，所以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咧係每日 practice 咧係三分半鐘嘅啫。咁你咦？你話三分半鐘咁少，有冇效果嘅咧？咁頭先我講咗啦，形成性、累積性，咁同埋咧就係寧願短唔好斷。咁日子有功咧，慢慢慢慢咧，咁其實咧個果效就出咗嚟嘅啦。哇！這個慢慢的形成性，積少成多，個好緊要。咁咧最後啦，我又想講講問下你啦，個成效係點樣咧？有冇一啲好特別嘅故仔可以分享一下咧？咁其實咧，嗰啲故仔係好多好多。咁但係咧，我初初就話三分半鐘啦。咁但係一路推行落嚟咧，到而家咧已經係四年㗎啦。咁我哋咧成個靜觀文化咧係入咗我哋個校園入邊，方方面面，包括學生有時佢參加比賽，佢參加啲特別嘅活動咧，我哋都會同佢做靜觀嘅。咁方方面面啦，咁同埋咧，我哋都試過有一個係有睡眠窒息症嘅學生啦，而家佢已經升咗上中學噶啦。咁其實佢練咗呢個 mindfulness 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其實佢嗰個症狀咧，而家係完全係消失咗嘅。咁亦都咧，其實我哋有一啲我曾經我哋有一個學生啦，佢係好活躍嘅。咁其實佢收集咗靜觀到而家為止咧，佢已經係五年級噶啦。咁佢係如果佢唔講咧，或者我哋唔講咧，你唔會發現咧。佢係有嗰個特別嘅問題嘅，咁當然啦，我哋自己其他同學咧，其實收集咗一段靜觀之後咧，對佢嘅家長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啲正面嘅影響，包括學生自己嗰個嘅專注力啦，佢自己嗰個正念嘅能力咧，都係比較強一啲嘅。個原因係有冇顯證咧？我哋喺我哋嘅訓，我哋嗰個訓導。嗰、那個違規嗰個嘅追蹤入邊咧，我哋練咗靜觀嘅兩年之後，嗰、那個違規嘅行為係跌咗40% 嘅，咁係第一個顯證。第二個顯證咧就係、我哋嘅外評啊，我哋外評人員入到嚟我哋學校啦，包括一啲來賓咧，都顯證到我哋啲小朋友咧係幾活潑幾乖，但係乖得嚟咧，佢係好識得玩嘅喎。好活躍嘅喎，好識得同人哋溝通，好識得關心人。咁我相信咧，呢一樣嘢咧係其中靜觀咧係一樣好幫到手嘅一個方法嚟嘅。我哋希望將靜觀咧成為一個心靈禮物，係送俾小朋友咧，成為佢終其一生嘅一個內化嘅禮物，隨時可以拎出嚟用嘅。多謝曬校長啦，咁樣咧，希望大家咧。在學校的老師又好，校長又好，家長又好，聽到之後呢，有機會可以向自己的學校推介一下的話，可能有朝一日你學校都會有 mindfulness 靜觀這件事出現。多謝曬校長先。那這一刻我想希望呢各位義工朋友，如果你聽到我們講，我們希望想做一個兩三分鐘左右的全體靜觀活動，所以希望你後面可以幫幫手，叫大家停止一下你的活動，聽著發生什麼事了。
唔該曬先，樂兒同學同埋 Ada 媽咪。請各位嘉賓暫時放低手上面嘅工作，我哋即將進行靜觀活動。無論你哋係企喺度或者坐喺度，請你哋調整好自己嘅姿勢，手可以輕輕放喺大腿嘅上面或者身體嘅兩旁，雙腳平穩咁放喺地板上面，腰要挺直而放鬆。你自己舒適咁坐喺度，你可以留意成張凳子同你體重嘅感覺。你可以輕輕合埋雙眼，或者垂低你哋嘅視線，將自己嘅專注力放喺自己嘅呼吸上面，留意一吸一呼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，再呼。呼吸上面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，再呼。好，當你哋準備好，就可以慢慢咁張開你哋嘅眼睛。你哋可以做一下深呼吸。喺你繼續做日常嘅事務之前，而家可以感謝自己用咗幾分鐘嘅時間。同時感受一下現在最完成觀練習的感覺。謝謝，謝謝媽咪和馬龍同學。